输了吧，差不多了。来，呼呼，哎，不行，这儿呢。好，呼噜，多好呀！说，来来来来，我刚说了，再住一会儿，再住一会儿，还有点赢了。多少分？再加点干葱干肉就好了。这也多好吃，而且就是味道是挺好，味道好呀，就怕不够这样，你吃吧。哎呀哥，要是跟着干肉做的话更好吃，你那有那么多肉，你啥吃的根本没事。行，下次给你做。哎呀，那就明天吧，哥。那明天可以。